师的现场挥毫。那么在台上的啊，台上的他们的成员呢，所展示的是我们大肚下宝二十庄文史探秘庙口新学巡礼采风啊，以及他们墨样书汉书法班的这个成果展的大字啊，这跟他们学员每一个人啊，以自己的风格书写出来的。那么在台上啊，除了我们刘嘉欣老师之外，还有五位学员啊，他们这个在现场呢啊，是他们第一次接触草书的一个书写形式。那么跟我们嘉欣老师呢一块共同完成这个作品。那么我们台上欣赏到的是正楷跟行书，那么在台下这边他们用的是草书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的书法可以说闻名全世界。那么在书法的这个书写的这个体型当中呢，非常多种。那么今天老师所带来的学员所表现的有正楷、行书以及草书。好，在他们挥毫当中，请大家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啊！这个要现场挥毫，也要有相当的胆量，因为你看他们是下笔是不可以回笔的哈，这个一定要写下去，就是一路顺畅要到笔啊，这个不能够再赶的啊，所以这是非常的不容易。他们用群体合作的方式共同完成这一幅作品。平常其实书法也可以算是练气的一种哦，它比较静态一点，比较不像我们的舞蹈动作那样的激烈，但是在书写当中同样的也要运气哦，要运行它的这个气息，然后哪里该转，哪里该这个一撇一捺的啊，都一样有它的规律啊。老师之前也在大甲农会呢有进行个人的作品展，那么同时在每一年这个春联挥毫当中他也是受邀不仅仅是市府，也受邀很多单位进行春联挥毫。那么在学校也有担任指导老师不仅是书法包含一些年画像梅兰菊竹这些这个墨画它都非常的在行。这些学员平常在这个我们吴庆国中海线社大校本部这个非常认真的跟着老师学习那么今天因为我们难得来抓到莫里的针但是做博物针的这个瓦当所以推下来这个瓦当给咱很牛就来现场挥毫的这个表演。好，现在进行这个落款的部分来再次回姐姐江先给他们鼓励这些学员们平常呢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家里面练书法比较难得说这样子这个现场当然是跟着老师几年之后你们也可以到时候每一年年末的时候呢可以做春联挥毫我也相信很多亲戚朋友大概也都会跟你们要求要这个墨宝的全部完成以后再请我们台下的老师跟学员一块上台呢，大家一起进行合照。等会他们跟这个作品应该会拿起来一起合照。今天咱非常的难得，因为咱之前呢，咱的
海山，社区在海边，我好多也是啊，就靠旁边团。进前咱拢较挖伫咧这个清水啦、五车家哦，是用酒一部分的票务来进行票靠的表演。这一幅作品啊，是我们嘉欣老师啊跟他们学员一块设计，那么共同就是要完成作品后要送给我们永和宫，所以等一会儿啊，是不是请我们谭哥跟所有的干部啊在一起上台来接受这一份礼物啊，这是母亲节的礼物了啊。嘿，给他的干部宣华姐，哎，我们永和宫的干部啊，麻烦到我们舞台区啊，我们嘉欣老师现场完成的这一幅作品。将要致赠给我们永和宫。好，我想第一次接触草书，就写得这么龙飞凤舞的，也是相当不简单。可见老师指导时候，这个深入浅出啊，能够让学员很快的就心领神会，了解这个草书，它的奥妙，它的一个闭馆的一个啊，也欢迎，妹妹站在那里可以哈，不可以踩上去哦，好，谢谢。好，那么现场挥毫大概都是在我们年中哦，那边准备被大春联的时候比较容易欣赏到哦。那么刚好我们嘉欣老师借着我们在庙口啊这个广东以后李子曾啊那边巡回演出的时候呢让大家能够大开一下眼界啊。好，最后最后还有一个 QR code。谢谢嘉欣老师跟他的学员们。好，还有最后的，好，我们下面铺了那个帘布，就是让他赶快能够脱脂，赶快干。好，来，掌声谢谢我们嘉欣老师。然后我们也要请老师哦，跟学员看这幅有没有办法立起来。哎，我们要请我们的谭哥来接受你们的致赠。这，老师现在可以拿吗？现在还不行，还没办法，稍等。太大张了，我们可能需要。好，那我们就请老师、学员跟我们谭哥站在我们这个书法作品的上方，好不好？来，站在上方好了，哦，我们的摄影师刚好从这边跟你们合照一下哦。这个，哦，那个弄对我肩上，因为心宽，太肥。跟我们老师还有我们的妙方的主委一块合照。